声音有数据在内中在你的善解。我们天后顺啊，念着耶稣基督，随尽向你的平安，念应爱更新心。
上所有弟兄啊，耶稣你爱一切小孩，献上所有弟兄啊，我若恩患无把罪，一人都随着宝贵，耶稣你爱献上所有弟兄啊。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页到十四页，我娘邀几个娘儿来，为耶稣按手落去，无人这辈就邀个娘，耶稣看见就没欢喜，佮无人讲，独与娘儿例外嘞，莫禁止伊，因顺爱国许个，正人邪恶则用个娘。Oh my God.
生之间，以恭敬乃是一生之救。耶稣虽勇无苦情，扎心便悲欢呼。是多难之间，一滴红点乃是一生之光。耶稣虽勇无苦情，扎心便悲。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起福音崇拜即将开始，让我们预备心敬拜主。圣召要化外貌的少年啊，求你拯救外貌，尽会班定调节外貌，外貌和成长你的生命，以赞美你为夸胜。现在我们叫时间交给与弟兄弟兄，你带领我们圣召就。心出起来颂主，哈利路亚，阿门，赞美我主基督，哈利路亚，阿门，万众一心颂扬，在主座前欢唱，主必喜悦心赏，哈利路亚，阿门。来齐心高声唱，哈利路亚，阿门。赞美声大穹苍，哈利路亚，阿门。主是牧者良朋，谦卑带束舍身，慈爱丰盈永恒，哈利路亚，阿门。赞
赞美基督之尊，哈利路亚，阿门。生命永远长存，哈利路亚，阿门。在天父的岸边，同崇敬主眉山，荒唱一万万年，哈利路亚，阿门。世外的孙儿，我要是孙扎米女的名，女世外的东北，世外的云游，又是去外头举国的座，最远修的为闹攻击我。在女怀对外不讲灾害，女世外的孙呢，世外的爱可女东在世外温存的心，就和女世外的孙呢，我要是孙扎米女的名，女世外的东北，世外的云游，又世居外头举国的座，虽远修的为闹攻击我。在女怀对外不讲灾害，女世外的孙呢，世外的爱可女东在世外温存的心。全会众同心祷告。亲爱主，感谢赞美你，为所会教主你的时候，你都召集你这儿女，你教你名声，你敬拜你。听说那当那个人，你教你名声敬拜你时候，你不但给那个人，我来专心你敬拜你，还给那个人我来爱聚会，你聆听做你家一望语，你教导。就算啊，那都多过一段工，那些你家母也会多，只要会已经介绍会向你的多过，那个人看见你带领、你怜悯、你恩典，不但是在新加坡，那已经慢慢好起哩，那可以新加坡进入也进卡。下一个呢，我们要带多在翻译已经你预备到新加坡去那个人办了，我们要爬在翻译已经你预备你下一家已经的半天，我们要侵害那个人的心态，然后要围着新加坡那进入一个人是可以是预备，那个人感谢你。比如说呢，那个人要纪念在多世界过去的地方，一个人多不多已经的地点。比如说呢，你帮助一个人的进入，再一个人多接触到的时间的地点，而且你占用计划帮助一个人的罢了。比如说呢，当那个人敬拜你的时候，
你看那个人爱修的，我让占用那个人的性命，都多做女家的求索。那生活，那没说你所过的日子，那说年少的时间，都来做女家的恩典，你所说的福气。求神让那祈求你帮助那个人，在那个人心度都心阿窝。到那个人生活的时候，那有点水；那到生活的时候，到生活的中间，我们来做你这妄语；到那个人生活的地里，我们来见证处理。当人看见你儿女、你信徒，无论多少的地方，那所在，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应有你。那个社会中艰难在劳，那技术端对对敬拜，尊敬高塔，在每社会专心立到你民生向你前门，那同样都带继续带到做你在引导，那个人中安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天经文四篇十八十一篇，经文曲向大家解读。他向百人显现救赎，命定他的约，立教英王，他的名信义可畏。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再将敌人给带回转，并攻回转，一心倾斜。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伟大，凡喜爱的都必可察。他所行的是因众因凡为念，他的工业众告英王。他行了其事，才能纪念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他许怜恤，可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人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立教英王，他的名信义可畏。他向百人显出锻炼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求所献的是信实公办，他的婚书都是可惜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在是按信息将地设立的。他向百人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立教英王，他的名信义可畏。敬畏耶和华是地下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他向百人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的教英王，他的名信义可畏。请两个人一再坚定两个人的信用，
在人许多声音。我生说呢，做人的好，创造天地的主，我成为做耶稣基督，说呢都生的主，因圣灵感应，又同定女玛利亚受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共在阴暗，第三天转树两端不屈升天，所以在做人好顺那个右边，就来比住那里公令审判万能善良。外圣圣灵，外圣圣一公的教会，外圣圣度相通，外圣在地下面，外圣身体不屈，外圣应圣。阿门。今日在日正道经文是诗篇十八十九篇第一到二的四节，我能安内以这里宣推。第一节，因为温存忠心耶和华律法的，则应变为友好；忠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则应变为友好。则应不作轻易的事，比如忠心他的道，耶和华。你被正做你的风书哄我我们会要我们应劝忠孝，但我为行水坚定得以忠孝你的律例，我看到你的一切命令就不济少的，我恶劳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真的心倾下你，我被少你的律例叫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因用善恶结账，他的行为呢？四部忠心女的话，我一心寻求了女，我做女的话种在心里，免得我得罪女。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叫你做女的律例够宏伟。我用吹送动用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遇动喜悦一切的债务，我要美说你的风书，看待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记录，我莫忘记你的话，叫你用口音带你的仆人使我中屈，我就忠孝你的话，叫你开我的美招，使我勤操你律法中的端的奇妙，我使夺地所作家居的叫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思想切莫你的典章，甚至心财少咒诅偏离你的命令的叫我呢，你已经责备他们，叫你对抗我所受的羞辱的藐视，因为忠孝你的法度，取用我少量所夺妄妄为，你不应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成为属喜乐的，成为的妙水，最是顺那的话，随其顺那的主命。感谢顺那。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乱为生活的最坚种植。要李翁花顿哦，为能个能送供顺那的话，李翁花顿哦，请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文化中道跟两个人分享圣灵的话语，一所分享的主题是另外生活最高的种植，记载着四篇十八十九篇的教你的细节。我本在文化中道将一个工厂推出来，文化中道就一个向正地向家买的问候，一个我两个人时刻都跟着亲近靠着有地铁有力量有喜乐的国美术馆，同样的文化中道盼望弟兄姐妹在初中段敬拜圣灵的时间，初中段有小文的心境可以一同看着经文来敬拜主，让两个人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个人坐在你面前要敬拜你，请求你，恳求你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个人，打开我个人的心灵，来照顾你，心灵保险许引导两个人进入圣灵的话语，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求的，阿门。你到内宽内恩念，
两个人今年晚的公代十二九月的主日更新作为开瑞生命的改变，让家庭成为属于新的属于家庭，最后两个人进入恩典的途径，就是恩典的途径当中生出礼拜，我跟全体向姐妹分享的是恩典的途径。老牧师就先属于昨日分享的是祷告，这属于的主日约翰卫士里一节定的门王的途径，这个是信呢，就应好笑带所有基督徒所指定的邪王的管道，一颗电脑无尽的母恩途径，祷告查考圣经，做个完成今夏节节的生活，基督徒的负担，就这无尽的途径当中，让两个人稍微看，就这无尽的途径当中，两个人扎心，会跟全体向姐妹分享的是查考圣经，有这些尽的讲话讲。如果两个人想想脱，会改变两个人的思想，思想会带出两个人的行动，行动会决定你的习惯，习惯会影响你的性格，性格会决定你的人生。就两个人脱的时间，两个人可以遵所有两个人所脱的主，或者空有当中你受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能想想去脱去你受地的个时间，两个人的生命就着不知不觉当中塑造了两个人的价值观。有新时代新传媒，有时比着师承有约，即十分钟的访谈节目，有时比个阅读室，即着比节目当中请到分享的嘉宾，你分享加脱小问句的，就比个过天。头条子就邀请到交通部长王一康先生，当王一康这部长，伊就当到伊雨后中小文民主当中，罗英跟海这小文主当中，伊得到地位并得到帮助，伊讲脱主是非常重要的，脱小文好的主是就比地个培养的习惯，跟好的就比个。四号，圣经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宝贵的礼物。接受我们宝贵的圣经，接受我们两个人本能不脱的小文具。诗篇小话是九篇，小话领悟者中文讲：你的话，生活卡生的顶，生活多上的话，做事的人就一个真心肠的，将上帝的话。比如像卡生的顶多量的果，万事果话讲，如果咱无上帝的话，两个人就好像行走在黑暗当中。圣经是女跟我生活最高的准则，两个人就感谢上帝，因让两个人的人生有伊所设的准则可以遵循。接受必读是指南针。指南针最重要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指示方向，许多人去登山的时间，去野外探险的时间，或者一个人行军打仗，风海一个人都需要用到指南针，因为确定方向正确是非常重要的。就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接触一个指示的路标，使用这些的多标，好像电路，好像开车，正常的人，一个人都没有这些旧的简单多，断错方向，因为两个人的人生也是用两个人买旧的简单多，断错是比方向，因为如果犯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人虽然能犯错，伊就伤害了遮，伊也伤害了伊遮身边的人。犯错也会浪费了上帝所赐的时间，所以上帝托代对象分享，知道丢了多是正确的多，是非常重要的。上帝按照两个人的心肠跟样式，
通拿了两个人的音乐，就两个人的上呢，一群两个人修文的指南针，就是心经，心经是修文，两个人本能不可脱的修文句，一内修文，两人的观赏，或者有闲的时间，念你换就换，或者盼望的时间，讲就讲的句。两个人要想挖的土上来的需要，必须挖的有见解、有力量。两个人就需要好好的去跟中心上来的话语。假使两个人所使用的是诗篇、小话、十九篇，这几节对两个人的心灵讲话，诗篇、小话、十九篇是圣经当中篇幅最多的小文句。但是一直一拿单浪所必的做的就是上来的话，弟兄姐妹就脱诗篇的时间，常常会看见到律法，两个人就记着律法，内法律、法度、风俗、律例、命令、判语、话、应许，这些都得是上来的话语。上来的话语可以给两个人带来自由、亮光、生命跟平安，到两个人能面对上帝的话语有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喜乐、爱慕跟敬畏上帝。所以忠心上帝的话语，造就也有好的人是希望重要的。诗篇是小八十九篇的教理解中文讲，因为温中忠心耶和华律法的人，这因变为有好，忠心一个法度，一心寻求一个人，这因变为有好。就这一个提高律法，中文来的意味是指导、教导，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不但赐下各样属天的福气，让两个人蒙福，上帝更是最好的本性。两个人忠心上帝的话语，目的就是要一心寻求上帝。就诗篇小八十九篇第二节第四节，都指出一心寻求这四个字，真的追求之后，两个人高举圣经，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两个人是借着圣经一心寻求上帝，因为寻求圣经本身，因为文中的意思就是一心寻求伊。中文的寻求不只是查考、书读跟背诵，更是要在生活当中实践跟忠心。消极方面，两个人没做非议的事；积极的方面，两个人就忠心一个道。第五节讲到励志。也得多讲，但愿我很少检点。弟兄姐妹们，立志跟多讲，是两个人训练的生命当中，常常都应该学的是必操练。两个人知道懂做的、懂学的方向，但是两个人也知道两个人的软弱，好像许都保罗用罗马书八章三节一所写的律法。因为两个人肉体的软弱，哦，许个不能行的。但是两个人更应该祷告的是，求上帝让两个人心思坚定，两个人才有可能忠心上帝的律例。弟兄姐妹们，你从这放弃，不再励志，乃是许是叫恶者欢喜的。两个人总要励志。总要祷告，有时候人总要写稿。只有对上帝的话语不晓得、不懂转动的人，一个人才会对上帝共善道事。真正明白上帝话语是公义的人，一定会以坚定的心倾向上帝，因为上帝的话语揭示了以公义、慈爱跟怜悯的心境。让两个人查考圣经，让两个人知道你跟我生活最高的准则，也得让两个人更认识上帝。如果两个人没读圣经，
未知道上帝是佢两个人生活当中最高嘅准则，对上帝冇更多更深嘅认识。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两个人嘅生活是怎样嘅情况？因为温存忠心耶和华律法嘅，将人变为友好。当两个人一心寻求上帝嘅话语，就看顾上帝嘅人。诗篇十八十九篇九到十一节中文讲：少年人按信而结账，一个行为呢，是要忠心一个话语。我一心寻求老女，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种在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当两个人要想下这些当的做呢，就是讲一心寻求上帝的话语。少年人就圣经的语境当中是指释怀以假的人。少年人一按信了的结账一个行为呢，往往是讲少年人怎样结账一个行为。这是句话是属于祷告，你属于教导，你属于寻求。人不能靠着道理、伦理、哲学来结账者的行为，唯独是忠心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才是善恶的绝对标准。少年人怎样结账一个行为呢？弟兄姐妹们，如果话没留意到，就报章或者新闻上有许多行为出问题的年轻人，一个人就两个人的最高的学府都是，一个人也可能引中到专业人士的合力当中，到底多出问题呢？就是为逼迫耶稣，但因为我见了主，以转为为耶稣被逼迫的许多保罗，就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讲：立志威胁有定话，只是显出你有不定话。你老者却没变化显出你。弟兄姐妹们，你个人有怎样的经历吗？以及最后无论上职无立志，让两个人记住，怎样一心寻求上帝的人，需要祈求圣灵的引导，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因为偏离的结果就是犯罪。人如果一心寻求上帝，就是将上帝的话语种在心里。所以两个人常常勤勤地读圣经，甚至背诵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当两个人将上帝的话语种在心里，就有可能顺着心灵而行，免得两个人得罪了上帝。弟兄姐妹们，生活是真实的，上帝允许两个人有各样的经历，也要借着这些的经历来塑造两个人的生命。不能误会你吗？上帝的话语侵入各路两个人，亲爱的弟兄，能够为家生活宁可两薄天兵捉弄，因为经常记着做工亲吻的话，我会被报应。不能带你无失了吗？上帝的话语侵入各路两个人，能够为恶所生，患有一些心恶。你有千钧的担当压在心头吗？上帝的话语侵入的各路两个人，你可能要将一切的忧虑卸去上帝，因为伊顾念你个人。两个人紧紧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无够的，人的心中如果有怎样有荆棘，好像浮光掠影的推进，两个人真开的推过属于心境，是无成了压取的。人只有常常默想上帝的话语，两个人的心中充满了上帝的丰盛，才有变化使上帝的话语就两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再成为外面的属灵的负担，而是成为圣灵所讲的
自乐的就被全员中心顺来的堕落，那么莫美给顺来的妄语，一人说内固的美给需要两个激励，一慢慢的衰退，但是只要两个人平时多脱心境，多默想，心灵会到两个人需要的时间，让两个人想起顺来的妄语，我叫你的话。总在心内，免得我得罪你。都能给给俺被训练的妄语所打开的时间，另外个人就有变化看见，在训练妄语当中，奇妙的人，才能看出训练妄语奇妙的小人类。诗篇小话十九篇十七到十九节，这些段的默想的做的事。就算呢，开两个人的眼睛，心灵的人，诗篇小八十九篇十七到十九节中文讲：叫女人羞红，大女的不应，生我中话，我就中心你的话，叫女开我的眼睛，生我看出你绿化顶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家具的。叫你不要向我引中你的命令，虽然说黑气的人是没办法两回上来心灵的水，当两个人脱心境的时间，两个人首先寻求心灵开两个人的密招，之后两个人才有办法看出绿化当中的奇妙。使徒保罗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祷告讲。叫两个人做耶稣基督的圣灵应有的好，就那属灵的血跟血色的灵，上去两个人，使两个人尽地道义，并且照明两个人心中的密照。就是两个，我是个做力量做家具的，叫你不要向我以梦你的命令，基督跟济南人。是东都旅行当中不可少的两样的路，弟兄姐妹们，两个人的人生比东都旅行更短更重要。圣经是女娲生活最高的准则，上帝的话语带给女娲真的自由、亮光、生命跟平安。第二个结果，我想想。切莫你的点将，甚至心脆、心碎。比尔说：“竭尽全力，就是能想想竭尽全力的看莫上来的话语，想想不专心做力的看莫上来的话语，因为偏离上来的话语，结果就是犯罪。”文化中道的一个讲，因我十七号。伊都听一片信息的时间，听到公安的方向，地铁一两笔坐的时间，伊轻轻的带过，作为希腊出名的副教学的公安，又最近被记出伊个信，即使用大野上有正确的识别行为，公安提告即使安尼已经离开世界了。文化中道听了，伊心中。希望你一头脑当中所想的，就是安尼，用于虚力之名，即公安所分享，就是安尼，正是伊所想到的。伊曾经以单一例举中段的适当，向许多群的年轻人以励志、力量、心志为题，勉励个人。文化中道也鼓励。就两个个人当中的一些的年轻人去听这些公安保卫的信息，但是前段时间一撇离了上来的道，一被好久的细语通下了。于是乎，文化中道讲，一个心是沉重的，眼中的水无要献出你的时间，隐瞒隐。隐瞒的事，莫不露出你可能抵挡的时间。
讲这小人呢，伊就劝你莫给误我，因为癌症已离开了世界。之后，归阿我你之后，伊所犯的罪不再被严重，因此文化中道就对你想，想来加这小大爷不够的哦。一个忠义女、正义女是哪大爷呢？忠心信赖子爷的人，必用一去世界的人，修育跟藐视，也就是妄论。今日三节讲到，但是莫让世界的人怎样妄论我们。另外，个人只要忠心思量信赖的话语，耐心去信赖的话语充满，环境就不会成为另外个人的搅扰。另外一个人的心眼去信赖的灵打开，另外一个人就有办法看出信赖话语当中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就最后文化中道就给你免来弟兄姐妹讲，宁静念脱心境，被时间阻挡，另外一个人是小空，就生活当中生命地里有上来水下种植的人，就另外一个人的当中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可能没认识这一个人，没办法脱心境，但是叫做水群另外一个人弟兄姐妹有举办的地铁听上来的话语，另外一个人做来的阶梯也彼此的帮助，让上来的话语就另外一个人里面我处就必尽自由生命良果跟平安。你跟我带上来话语正确的发言是喜乐爱慕跟敬畏。这是位作者是英国新冠外利物浦的头六位的主教，一到一个主动段下到脱心境这些人的代言。结束的时间，伊讲我亲往我所爱的国家当中的木家门，是脱心境的木家。我个人的会长是脱心境的会长。我个人的国家是属于脱心境的国家。英王的位置，中央的悲伤家，弟兄姐妹们，两个人看见到一些释放的迫切感吗？两个人是受困生活中，生命里有上来水下种植的人，这些种植除了心境到底里，就算来帮助两个人，就是新的信念的开始。因为我已经离到最后时间，时间过的稀松的快，让两个人思考说啊，这少年当中，两个人应该怎样珍惜这少年将来所许下的主，叫做祝福全弟兄姐妹。阿门。聊聊文化中道，以少年的话语，你免来两个人，现在以十米里。立马高的三丢，做亚夫花救女两位，你回应上来的话，最后请弟兄姐妹参与网站上的分享。主耶和华，求你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量足有能力，愿主伸手藏宝物。天上玛纳，天上玛纳，求主时常赐给我，求主时常赐给我，求主开通用神泉源，使我路中不干渴，求主做我云柱火柱，引我前路不走错，全
主，全能救主，做我盾牌保护我，做我盾牌保护我。当我走到约旦河畔，烦恼尽完全消散，救主已经胜过死权，我靠救主也得胜。赞美歌颂，赞美歌颂，我要高唱永不停，我要高唱永不停。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家事报告时间，让两个个人一同的关心福音堂坐地里的事。首先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同的参加福音堂的活络崇拜，愿天后的恩典相跟你个人同在，鼓励弟兄姐妹彼此联系跟带动，让圣灵的爱成为两个个人的帮助跟力量。因公会的会员竟然安无难念，透过视频网络进行，请所有公委会的职员准时出席广东的山土福州院的书馆实体直播的新传崇拜，明月十四日在楼十一点，请弟兄姐妹留意实体的崇拜会跟网络的崇拜同样的时间，所以明月十四日的崇拜时间是十一点，弟兄姐妹可以邀近人去，到二十礼拜礼拜日，透过网络上的连接来报名参加。实体崇拜已经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只要为跟本日里的建议或者经验一同报名就可以参加。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卡电到各位朋友来帮助你报名。新春做得你想象的聚会，弟兄姐妹，今天晚两个人初一的时间是无聚会，两个人会着你我你的好拜六的时间，万无必定透过网络来参加这些比做得得你的想象聚会。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这些比的聚会，细节到底要会给报告。今日嘅报告就到此，弟兄姐妹可以下载网络嘅电视啦。这里有经常嘅报告，现在请刘牧师为两阿个人做最后嘅祷告。兄弟姐妹，专注嘅话，碰到这样新嘅人，我到这样新活嘅人，
结出三日杯、六十杯、十八杯果子，应有选呢，做被那人祝福，领受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恩血，天父圣灵之爱，心灵感动保守，跟我个人同在，丢尽得救应允。阿门。Thank you.